好，拜拜。嗯，有可能跟你睡。阿仔，足无用的吧？麻烦你啊。如今差不多多久？差不多。差一礼拜一两件吧。唔当。唔当咯，我想我顶个嘛有来啊。唔当。差不多三工两件。哈哈哈。上少。是哦，三工两件夭寿。那你嘛吃后尾啦。一礼拜讲差不多四件，啊，若无点好。好，麻烦你。好，我继续来无用啊。逆上拜拜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咦，冇开门。应该是这一间。你好 ，Hello， 那个张巡，包裹。等我，我还以为是隔壁，那个门牌长得都温馨牛排了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大哥，拜拜。哇，少了逼逼嘞。12号12日，你好。包裹，好，对，谁的？我早上其实有来过了，那个黄敏倩的，你啊，你们家吧？嗯哼，但是我包什么寄到这个？不是啊，你的？嗯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你。先这里就好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可能留着吧。应该是，没关系，我都因为我打给他都没接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我想我早上就来过、哦欸、谢谢，辛苦了。最后一件22号，谢谢，拜拜。注意保暖了，要变冷了。人生春风吹，花雨下就走，怎样的节奏，风车奈何你有意头，我离婚时候在降落。
活着走，阴阴沉沉。22号，这里。嗨嗨，下班了。你好，12楼之1是送上去还是您代收？哦，是谁？刚问，我当下班啦。我们要这个放假，今天一个提早下班送。来，明天提价，麻烦你啊，谢谢。哦吼吼，开心。班，呼呼呼！奥利给！